首曲子呢，从头到尾都是有一个 legato，你有看到 legato 在一开始的时候，所以这首曲子从头到尾都是要连起来，要很 smooth。legato 其实就是像 slur 的意思，OK。然后一样，真的要练习把手都抓起来。然后呢，可以的话，尽量每一根手指头还是连在琴键上，虽然你不需要用它。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我会说我们的手像 spider hand，你要像有那种可以粘连的那种能力，把琴键全部都抓着，就是你有怎么讲，你可以去真的掌控每一个琴键这样子，OK，好，加油哦。